嘉义县长参选人张明达竞选团队今天公布战车宣传音乐以及文宣小物。竞选总部发言人嘉义县议员黄英俊带领团队几位年轻正妹一起公开超越传统的战车配乐以及多项文宣小物。黄英俊表示，张明达宣传战车的前奏音乐选择了席年红极一时的苏慧伦所翻唱《柠檬树》片段音乐，这段五到七年级都耳熟能详的哒哒哒节奏，加深民众对参选人张明达名字中的哒之印象。同时轻柔的音乐不会向传统战车曲目过度打扰乡亲。另外，张明达总部也采用阿里山茶区生产的高山茶茶包作为文宣小物，还有嘉义县合法工厂生产的咖啡包，强调都是通过 SGS 食品检验合格。尤其阿里山茶包，有民众说喝起来不输一斤两三千元的好茶，物超所值。张明达的正妹助选团成军公布轻柔乐音的宣传战车配乐，记者谢恩的摄影分享。张明达左的女儿张嘉玉右返乡为父亲助选，托张明达竞选总部提供分享。张明达的宣传战车今天启动到全县各乡镇宣传，托张明达竞选总部提供分享。